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坎记凉面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好，在这里是蛮有名的店家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小菜看起来不错啊，那我那个大肠头粉肠小菜哟。哎，对，然后我有小碗凉面，粉肠这边用哈。哎，对，全院有什么青菜吗？因为地瓜叶。哦，好，那一份地瓜叶。好，谢谢。大肠头粉肠。哎，对，大凉。吃好了就。好，就尝看啊。感觉好像还不错哈，尝尝看。嗯，哦，这凉面好吃哎！哦，它是那种外省式的，嗯，哦，不错，芝麻酱很香，我觉得蛮赞的。酸酸香香甜甜，然后蒜味重。哦，面条够劲道，好吃。哇，凉面超好吃的。凉面超赞！大碗小碗，哦，超好吃。好，再就到这个小菜啊。好，粉肠洗得很干净。肥滋滋的大肠，哦，小菜也不错，哦，肠之类感觉洗得蛮干净的，油脂都剪掉了。不错啊。是女生会喜欢的口味，嗯，因为没有什么油，嗯，后来粉肠都没有什么粉了，我怕双十节休息啊。大凉外带。好，要辣吗？要。
来五十五。大肠好吃，粉肠后面几个比较没那么好吃。嗯，粉肠呢要有粉才好吃啊！啊，刚几个都比较空洞。嗯，那混混的才好吃啊！好，最后是烫青菜。青菜好吃，新鲜好吃，好吃新鲜啊！啊，地瓜也感觉有点少。这种瘦肉哦，赞！好，我再加一个大凉面啊。哇，这个凉面正点啊！对啊，香香的油泼辣子，都可以，都可以啊，你们有小孩子都可以，都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哇，这个凉面真的超赞，推荐直接点大碗。香喷喷的好。个人觉得相当不错哦。好，背景音乐可以听到，声音很好。对，一样一样。老板，你说猪皮跟什么？猪皮豆腐。然后还有猪心。猪心豆腐。还有两个蛋。还有豆干。口味真的相当不错哦，好吃啊！啊，哦，当我刚看他那个卤肉饭就比较湿，比较水啊，我就没有点。很多饭好像比较普通一点，但凉面很强，然后小菜也很强。啊，我这边大概是200多了，那我会再买一份凉面给我妈妈尝尝看啊，大概差不多快300。
好，那个人觉得很美味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